按计划保荐人的强积金管理资产值计算，宏理是全港最大的强积金计划保荐人，并致力透过全方位的强积金平台和数码的支援，和你一起成就更理想的退休生活。宏理环球精选强积金计划总共有29只成分基金，可以满足客户不同人生阶段和在不同市况下的需要。客户亦都可以选择投资在预设投资策略。预设投资策略是一个预先设定的投资方案，透过投资在宏理 MPF 核心累积基金和宏理 MPF 65岁后基金，成员可以管理他们越来越接近退休年龄的投资风险。我们的成分基金分布在不同类别的资产和市场。强积金基金和任何投资一样都会涉及风险。一般来讲，预期回报越高的基金，潜在风险亦会越高。相反，预期回报越低的基金，潜在风险亦会相对较低。风险级别由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根据强积金投资基金披露守则制定。有关宏理环球精选强积金计划风险级别下不同的成分基金，可以参考这个列表。宏理环球精选强积金计划涵盖不同的资产类别，包括货币市场基金、保证基金、债券基金、预设投资策略基金、目标日期退休基金、混合资产基金及股票基金。我们就由低风险的基金开始介绍。货币市场基金及保证基金均属于风险级别较低的基金。我们的平台分别有硬保证基金和软保证基金。硬保证基金即是无条件保证，而软保证基金就需要符合指定保证条件才可以获得保证。详情请参阅强积金计划说明书。我们有投资于不同地方的债券基金，使你能够捉紧不同地区带来的投资机遇。法例规定，每个强积金计划中提供两只预设投资策略基金。我们的目标日期退休基金系列有六只成分基金给大家选择。投资经理会根据这六个目标退休日期调配相关组合。客户可以依照最接近自己退休年份去选择合适的目标日期退休基金。混合资产基金为你提供了涵盖不同风险程度的成分基金。九只股票基金涵盖国际、区域、单一市场和以行业为中心的资产配置策略。客户在制定个人强积金投资组合的时候，记得根据自己的退休需要和投资取向来选择合适的成分基金。宏理强积金客户可以利用宏理客户网站和宏理香港流动应用程式轻松管理强积金，例如可以转换基金、查阅电子结单和获取强积金最新资讯等等。同时亦可以查阅最新的季度基金概览、强积金计划说明书和主要计划资料文件，了解不同成分基金的表现、投资目标和风险的详情。